总，这个海葵台风也太可怕了吧！上礼拜我们在讲说，哎，他到了香港之后，居然让香港发出了黑色警报，而且刚刚讲到，香港的排水设施其实做得很好哦，而且香港这几年台湾做什么的地下宫殿，没有想到一个黑色的风暴将香港全部都淹了，地铁也淹了，大楼也淹了，那居然可怕的是你的家乡嘉义，哎，这两天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。全部变成了水乡泽国，而且你说是嘉义人没有错。昨天嘉义东区呢，一口气降了快要三百多公里的雨量。我问家人，我家人真的是说没有看过那样子的雨量，真的是用倒的一个情形。你家人没看过？对，然后整个傍晚或者整个晚上的时候，雷声大作，一直不断的伴随的打雷，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真的是个雷雨包的一个状况。那个就是这个样子，他说一直雷，一直打雷。等我看这个画面，很讲说他没有缩时哦，对，他不是做效果的哦。你如果现在在嘉义，你看到了天空，你所处的环境，对，就这样子，雷雨不断，雷声一个接着一个，没有间断。没错，昨天傍晚到晚上真的是这样，嘉义真的是一直雷，一直雷。我妹都说她在家里面，我看吓死了。你妹吓死了。对，那这到底是什么造成这样的？就原来它是海葵的分灵体啊。抱歉，那这个海葵的前世今生，海葵还在。海葵的前世今生真的对两岸造成非常大的影响。它的前世龙王呢，让中国大陆真的是完全受不了，把它除名。就它这一世的海葵呢，抱歉，那它是四年来第一个登陆台湾的这个台风，在台东的时候，哦，风强雨骤，但想说啊，对台湾就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嘛，就没想到跑到中国之后，宝杰，它所在之处就打破当地的雨量。第一个，香港这几天我们讲黑色暴雨，对，几个小时之内从黄色、红色到黑色，就来不及到139年以来的最大的这个雨量。深圳也是一样，从195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的历史的极端值。另外，包括说像这个福州，打破龙王的记录，说他的这一生更是厉害。那你想说他已经完，福建、广东都受到影响。那你想说他登陆之后结束了没有？他的回马枪、回灵体就来到我们的嘉云南的这个上空之后，造成了昨天下午到傍晚的这个大暴雨。你看，我们嘉义其实嘉义市算是比较高，就没想到还是照样造成这个大淹水的这个状况。你说嘉义市的地势相对比较高，对，没错，一样大淹水。那你更不用讲，他现在另外一个分灵体跑到什么广西去？反正我看这画片。我刚刚看到画面吓死。对，我们通常都看到那个灾难的时候，那个是一般的其他的国家，你的道路变成河流。对，就这个道路变成河流，居然在台湾发生了。对，而且它的分灵体又跑到广西去，听说又要降下广西有史以来最大雨量。所以呢，在翻开所有的这个台风时，大概也没有一个台风像。哎，这不是河，对，这是82道，82线道，82线道，你就知道世上没有一个台风像海葵这样子。那我们就讲嘛，世上昨天真的这个下的雨量真的非常非常大，你要仔细看，你看。这个降雨比较多的鹿寮在台南市，再就是嘉义市东区，有没有？我就住在东区。339。嘉义啦，然后嘉义县市降了非常多的这个雨量，降了非常多。你知道，我们俩，我看到这个，你是嘉义东区人？对，那你看到这张照片，真的完全傻，宝姐，因为我以前常常坐嘉义的火车站，就嘉义火车站的，你看铁轨已经完全被埋没在水里面了。你看这个暴雨下成这个样子，这个如果草说预估来说，至少应该有到我的这个小腿肚，哎，大腿肚的这个地方，这样的深。完全都被泡在水里面。欸，照理讲，你铁轨或者是你的铁路车站的地方都在高地耶。对，高地淹水。哎，对，你看，哎，我刚看了看半天，轨道嘞，对，轨道都被水淹了。对，那整个嘉义市区来说，都完全都是淹水的这个状况。那地下室啊，完全水都是灌进去。这个我们过去呢，在中国看到的画面，可能没想到也在台湾看到。